你眼中的中秋是什么颜色的？金色。你喜欢中秋节的哪个仪式？看秋晚。最喜欢月亮的哪个别称？玉盘。你最想吃什么口味的月饼？经典甜口。喜欢月饼的什么部位？馅儿。总台秋晚印象最深刻的是哪个部分？舞美惊艳。心中最理想的赏月场景是什么？和家人一起围坐桌前。如果中秋节有 BGM， 会想到哪首歌？但愿人长久。大家好，我是王一博。9月10日晚8点，锁定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2年中秋晚会，以良辰共美景，以明月寄秋思。